圣诞节快到了。别伤心了，伙计们，圣诞老人很快就会送来礼物的。让我们等到圣诞节早上再打开礼物吧。圣诞老人正在为圣诞节的早晨准备礼物。我觉得起床想知道你想要什么礼物。啊，起床想要冰冻射线。哎呀，圣诞老人可不想被冻住。伙计们，起床冰冻了圣诞老人。是时候罗伯上场了。罗伯，起床做了一张地图，显示了他藏圣诞老人的地方。伙计们，别让起床拿到地图。丹，用你的球来破冰。玛丽，小心！丹，你的朋友又需要你了。很好的团队合作。啊，不，戴安就要从墙上掉下去了。抓住他，罗伯。看来起创决定过自己的圣诞节了。耶，你们找到了圣诞老人。罗伯，把灯拿来。你的脚上需要安上厚厚的履带，你会和谁合体？戴恩的拆除枪，吊车的枪和可伸长的腿，太棒了。罗伯，我觉得奇创想要圣诞彩灯。他不是你的对手，罗伯。你让一切变得如此简单，奇创。结束了，起床。真是充满冒险的圣诞节呀。感谢罗伯拯救了圣诞节，大家圣诞快乐。呀呀，好吓人的万圣节呀。是的，请玩得开心。
记得要吓人哟。真有趣。起创，你为什么不加入进去感受下万圣节的刺激呢？啊，这是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吗？啊，不，你把它变成了真正的吸血鬼。哇，一个真正的幽灵和亡灵拖拉机。哇，这可真吓人。是时候合并了，伙计们。小心，伙计们，幽灵来了。沃尔特，幽灵就要抓住凯莉了。啊，这听起来太可怕了。要怕我，要非常害怕我。罗伯，救命！不好，罗伯，快做点什么。你会被吓到的。啊，可怕的怪物来了。别像个胆小鬼似的，他就在你后面。是时候去找奇创了。啊，这看起来很疼。加倍的艰难和麻烦。你需要手铐，罗伯，你会和谁合体？马蒂尔达的回旋飞镖和星星导弹把怪物吓走了。哦，起创，准备好被款待了吗？好吧，或许一个恶作剧。看起来你收到了万圣节礼物。你的怪物开始攻击你了，起创。来吧，伙计们，抓住他。我觉得你的动作对他们下了魔咒。坏人最好进监狱。嗨，凯莉。嗨，沃尔特，你准备好去旅行了吗？我们走吧，快点。
你要做什么奇创？罗德奥和奥斯特马上就到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罗德奥、布斯特，奇创跑掉了。快，是时候合体了。耶，游行！很高兴见到你，罗伯。我们去找奇创，他一定藏在什么地方。他一定在别的地方。好吧，这太适合参加聚会了。这是个陷阱。你逃不掉的，奇创。看这里，凯莉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么，在幽灵伪装下的是谁？杰瑞，是你吗？还有时间去找奇创，我们走。快点，罗伯，快点！哇，太神奇了，罗伯！这次你会和谁合体？很好的防御。你可以逃，但你是躲不了的，奇创。抓住他，罗伯。好厉害呀，罗伯，你是超级英雄。
那个派是你应得的，罗伯。你也是奇创。哇，万圣节迷宫，你不害怕吗，弗兰克？嗯，你看起来有点害怕。那是什么？我觉得这是个玩笑。看那儿，当然这一切都得有一个清楚的解释。那也是，你看，弗兰克，这都是万圣节的恶作剧。我们知道这是个玩笑了，他是怎么去那里的？幽灵，没错，是幽灵。伙计们，弗兰克需要你们的帮助。玉米地里有个幽灵，他把他困在里面了。有人愿意去迷宫里找他吗？很好，罗伯，感谢你自愿来。小心，祝你好运。嗯，看来幽灵已经走了。不，他还在这儿。幽灵来了。啊，不，看那里，那边。哇，我希望我们已经甩掉他了。啊，不，我们还没有甩掉。小心，罗伯。哇，好险呀，罗伯，看前面，是弗兰克。冷静，弗兰克。伙计们，看上面，小心。你们这样是什么都做不了的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合体。弗兰克，你想和罗伯合体吗？小心，罗伯·弗兰克。希望水能起到一些作用。看来他不喜欢水。不要让幽灵跑了，不然他会去伤害其他人的。哇，好主意，罗伯·弗兰克。在那儿，幽灵。用水枪，他去哪里了？小心，幽灵在你身后。你做到了。大家都没事了，幽灵再也不会打扰我们了。那是什么声音？多么可怕的万圣节呀！